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很开心呢。我们今天呢，台线又来到户外出外景啊，这次是要来到我们公园做运动。然后为了这次的健身外景节目呢，我特地在我呢发动了万人运动在仁爱公园，结果报名的非常的热烈。结果你看，万人响应，两人到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些网路的人呢？那些网路的人民呢？都不见了。所以大家知道了，网路的乡民都是嘴炮的而已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想要来到公园做运动？就是为了那些没有住在高楼大厦的人啊，还有那些不能上健身房的人呢。所以这次很贴心的来到公园做一个公园老人运动特辑。为什么会是说老人？现场没有老人，你们再看那两位，这些很像老人啊，很悠闲的坐在那边，明明就是要运动了，他们还是撑在那边阴凉底下在休息啊。我这些人无吹公阿婆吗？好了，那我们等等就要来介绍我们公园的一些设施，然后带他们做运动了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正式为大家介绍我们的两位老人学员。首先第一位就是我们老人一号乔乔。耶、yeah. 我是老人，我今天真的不想来，好热。好的，介绍下一位。好，我们介绍老人二号，下一位高米。Hello。到底是谁？选在中午这个太阳这么大的时候来这边？半个 idea。对啊，你看有其他人在做运动吗？先讲一下。对啊，没有啊，连老人都不出来了。啊，不是，好像是某一位说时间只能在中午。那没有办法啊，人家我可是要去做公益活动的，有大事要等着我拯救，时间在等着我。所以这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困难啊，反正我跟小仙要去承担。对啊，你看玩那么，我们都配合他，什么时候他来配合我们？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访问乔乔。经过了两个月的训练，到底减肥计划如何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失败啊！失败，先说失败了。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是50嘛，我现在减两个月还是50哦。哎、欸，至少明明就是51哦，51啊，至少你保持了重点，维持。可是也要问一下，你到底平常有没有在做什么运动？我每天都做30个仰卧起坐，还有30个俯卧撑，然后还有30个做自己前弯之类的。我女生安排两点啊，我女生直接啊，我女生怎么了？你笑我，你笑，真的、喔，真的假的？我怎么觉得你眼睛在笑啊？你到底摸着给我摸着两点想啊？好啦，啊，平时呢，一直都吃什么？全聚德心态。真的假的啊？当然是胡乱。胡乱。那我想干，那你呢？你自己的训练方式，你到底有没有在运动？有，有啊，什么动？有在运动，在运什么动？你现在这个奇奇怪怪的运动，不要用那奇怪词。你到底有做什么运动？有，我会陪女朋友逛街。哦，逛街，对了，好了，散步，散步有有。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运动？然后手指运动。什么手指运动？什么手指运动？你知道，身为我们游戏达人，手指是最锻炼，真的是很重要，很灵活。我们要随时训练我们的手。对，运动。感觉有点累。这边的小谢也给我们讲一些减肥哦的小撇步啦，主要呢运动嘛、减肥嘛、饮食啊，这三个就是环环相扣的。好，好累哦。今天你想要减肥，你想要瘦下来，第一呢，饮食的控制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少油、少盐、少糖，对。就是尽量清淡点，然后三餐最好正常吃。早餐你可以吃得像皇帝，中餐吃得像平民，晚上吃得像乞丐，这是最好的。我们运动方面呢，当然就是以每周，我是觉得每周就333啦。什么何谓333呢？就每周至少运动三次，每次至少30分钟。然后另外的三是什么？随便，反正就是每周三次，至少要三次。心跳一百三十下啦！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对对对，奇怪，刚才少了一个什么？哎、欸，真的会哦，这个真的会哦，运动。然后刚刚还有说到什么？333，运动。反正他们就环环相扣了。然后最后呢，你的运动，妈太哥了哦。
你的体重呢，其实它只是一个迷思，数字只是迷思，主要是要降你的体脂肪，对，主要是你最后瘦的要健康啦。好、哦、啊，降体脂肪是最好的，就让你体态变得比较好看，然后比较有精神、有活力，这样子就是达成你这个瘦身的以及运动的最大的效果与目标了。好，就先这样。来，最仓促的量体重时间又到了。我们首先以第一位参赛者悄悄登场，到底能不能突破50呢？对，没错，50斩耶！ Yeah, 恭喜又维持了哈，又维持了。耶、yeah. yeah.。好，我们第二位参赛者嘉明。哎、欸，我前一阵才去香港。上礼拜你量多少？耶、yeah. ！多少秤？65。是对的，是对的。其实嘉明他要维持，不错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沿着仁爱公园跑一圈，当成我们热身运动。可是我们要在跑步前，也是要自己多做一些暖身啊，就是手脚都动一动啊，不然等一下跑到丢筋来了，会不会中暑啊？垃圾一样。好，说到中暑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几度给大家看一下。户外已经36度了，你超过超客标准了。阿兵哥，我记得超客33度就不能在户外超客，你知道在十。那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已经，我们是挑战极限了，好不好？你知道36，你知道是吧？哎，掉酸了，中暑。等一下麦卡贝什么节目的是要那个？对啊，有没有200万呢、啊？哦，如果等一下你要假装昏倒，我叫救护车，我们就200万可以拿。好，那我们开始。因为等一下乔乔是真的昏倒，他说：“哎，快快快，我们有钱拿。”怎么样？啊，轮上好了，好了，我这样好了，就主要是脚步要拉筋啊，就拉筋啊，要等要真的。可以了，我得我筋成。要下什么？啊啊啊！然后压下去。压什么下去？压腰那个，不是侧的，要整的。来来呀！我筋成5呢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。大概的暖身了呢，我们就要开始跑步了。来来来，倒数 ，5、4、3、2、1 ，Go！ 啊，好了，真的跑了，真的跑了。哇、啊，太阳，很大。啊，小，啊，谢磊，为什么？我说一圈，我没有说外面啊，是你们还是里面也是一圈啊？不行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避免我的学员真的是中暑，比如说，就意思一下，就真的太热了，连我也有点受不了。好，那我们热身运动结束之后，接下来就要来示范这公园游乐是要怎么做运动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公园里有哪些设施可以做运动。来，大家，上肢牵引器功能就在这边，可以训练手腕、手臂、关肩部关节，促进上臂协调性、灵活性。操作方法就这样，等会做给你看。肩关节活动器功能在这边，省略。骑马机，来来来，然后坐凳器，来来，好，太极罗推器，太极两个圈圈，然后就这边慢步，然后就这边转，你要去哪？快转。平步机，好，就是八样，我们等一下会挑几样来示范怎么样去做运动。好，我们第一个示范的就是半步机，在公园里看一定会看到相当多的老人都在使用这个设施，我们看一下这些动。它重点就是让你的下肢、你的协调性、灵活性、哦、然后呢，主要是以辅助为重要，所以你不用去出力，你就是左右左右，你的下肢左右左右摆动就好了，放轻松，全身放轻松。啊，你也千万不要让两只一起动，两只一起动会很奇怪，这样子很奇怪。啊，也不要弯曲弯曲，可能会那个会有点受伤。我好饿哦。好的，那我们大概示范，我们可以进行下一个设施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做的设施就是太极了。我对你看，就是像打太极一样的这样子哦。打太极，就是小谢，你脚要张开，微端，有没有感觉来了？哎呦呦，真的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这个就是转腰器。个人认为这个在公园的设施最有效果，因为它可以训练你的腰。因为你的左右腹侧腹呢，要有就是都会有游泳圈，对啊，都有游泳圈的一些场所，左右侧腹最难要，然后这边就可以训练你的左右侧腹，训练你的腰。哦，女生一定要喜欢修身哦，女生一定都要有个小蛮腰，哦，女生要有个小蛮腰。
好，已经太好，下一个要去了，抱歉，让开最好几台这样。好，现在为各位示范是骑马机，怎么样骑马？像我这样子，双手握住主板，双脚刚好踩在这个什么板垫上哈，就这样子卡住。那我们只要这样子轻松，不用用力，就是一个扶，就这样子。哎，小姐，如果那你坐上面那一个的话呢？都可以，它只是你的身高、你的脚长嘛，这样子啊。啊，这样子比较没效果，因为我们比较高，我们要踩下面啊，比较矮的人就踩上面。它可以训练到你的腿与你的胸。那我们最后把这个做完，就我们设计。像这样吊车来，那你走。对，让吊车。然后我们这边呢，上肢牵引器。这个顾名思义呢，就是左右你的双手上下摆动拉。好，然后这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各位示范的公园的设施。最后，我们还有一个终极大挑战，在我们公园一定会常看到单杠场。我们等一下就过去那边看看。Hello， 然后现在我们公园的健身活动呢，到了最后一个阶段，就是终极大挑战。来看一下，拉单杠。好，身为男人呢，拉单杠至少要拉个两下，因为当兵新训基本就是两下，等你下部队之后要六下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觉得六下是差不多的，没有两下会怎样？没有两下是不会怎样，只是会被笑而已，会被笑不会怎样，不会真的不会怎样，只会被笑。想当年8年前我在空军陆战队就是反炮的，巅峰15下，直上直下的15下。好，我们就现在挑战，现在只剩下几下？啊，我先吗？不是你们也要吗？好，我先。来哦 ，man 哦 ，man 哦，有没有？明年要 Munich 了，很有气势。叫声哦，无上架哦，正确示范哦，有所汗，用哥，有所汗，好，要满把握，正满把握，好，然后就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开始哦，二、三，直上直下。好，放弃9下，因为我不想去等。好，8年过后，依然还有9下，虽然已经没有当年牛了，至少还有维持在水平上。一个30岁的男人来说，每天红梅去悄悄来示范，拉一下看看，满把握，满把握，满把哎、欸，小姐，满把握，对，上去，出力，给我出力。非常耐皮的说不行就结束了，下位淘汰，换嘉明。我们来猜猜嘉明老师可以几下？哦，平时说在玩生活，这个臂力有没有增强了？我们看一下，满把握。好，一、二，哦，一下，哦，两下啊，3下，能不能再来？哎、欸，3下不错，哎、欸，至少哎，嘉明还没当过兵哦。很多人新训连一下都不行，我新训只有一下，我是被操到可以练到15下，很棒。好，那还有最后有什么话想跟观众说吗？这个不是你生错的，对，这不是你生错，对啊，这我怎么可能错得起、啊？我只是让你挑战一下而已。那叫你起来做啊！那叫你起来做。那我们今天台线外景健身节目《仁爱公园》拜拜活动就到此结束，大家拜拜。他的画面，然后拍出来。外拍现在外拍哦，外拍有外拍的感觉，摆个 pose， 优雅，贤惠，运动美少女，运动美少女，好，现在小仙也要有没有？弟弟小仙也要，不然你只会这样。我看你一下，教练就是要以身，对呢，哦，以身作则、欸。去香港上次回来胖2公斤，不知道这一周有没有什么改变？你又讲到，小仙吓到了，小仙，他被他自己吓到，真的假的？
干，你知道吗？乱用。哎、欸，你用什么？为什么会变那么胖？你知道吗？多加什么？为什么？对啊，我也没有看你。懂不懂？这个就是即将要面对现实的男生。他哎、欸，我也没有觉得他有不好，加上为什么后面变？为什么后面变？我们现在我跟小乔现在在这边哦，我跟小乔现在在这边哦。奇怪。有没有觉得体重机的问题？体重只是个名词，主要是体态。好，我跟大家强调，轻